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这个民进党的前立委严文璋严委员来上节目。那严委员是在杨秋兴县长你参加初选的时阵做一个竞选总部的总干事哈。那严委员今嘛这个你听到地方的欢迎，今嘛什么款？今嘛我先要跟大家讲吼，因为就最近杨馆长的表现吼，我感觉讲含过去吼，也算是完全拢无像吼。所以这边这个初选了后，我对杨秋兴的这个见解吼，所以讲我无多个认同。就像我对过去选凤山市长、选县议员、选立委甲县长吼，一路拢是甲民众背，也算是拍电话吼。所以伫这场的这个初选内底，我感觉讲伊伫县长的任期内底，凭良心讲吼，伊的清廉度确实伫高雄县伊口碑真好。所以口碑真好，尤其是对这个小县议员啦吼，也算也真照顾。所以伫伊来担任这场市长初选的时阵吼，特别讲五名市议员去做阵民调，这阵县长咧讲这个民调无公平啦吼，中央无公平，事实上讲个，迄实是完全无正确的吼。伫我甲县长讲吼，县长你今日咧看我讲吼，伫我要甲你支持你的四个月前，五名市议员做阵民调，这个民调我亲身看到吼，你甲单局的这个差距吼，明显是差足侪。但差足侪，为什么杨章会支持你？我是感觉讲，因为我是高雄的一份子。在你高雄的一份子，我不爱讲，伫你这里的落寞，大家都纷纷离你而去的这个阶段，我有那赶快来离开你哦。可能感觉讲严文璋是那一个见风转舵吼，是一个习惯挖大饼的人，所以我有赶快跟严小军呢，就上安尼跟你聊了吼，跟斗支持。我想不到讲初选结束了后，你严小军是严委员的千金啦，受雇用管议员嘛。管议员嘿，所以我不想讲，你是这个时阵哦，你算从现实一百八十度转变吼，你要脱动，这个脱动的行为，听讲杨文璋无多接受，我嘛无多个谅解呢。民进党是歹一对，民进党这个大家庭，听讲这个大家庭内底，当然啦，兄弟姊妹多嘛，兄弟姊妹多，纷争就多啊。当然纷纷扰扰，吵吵闹闹，大家吵过就煞。毕竟民进党伊嘛是顾台湾啊，伊会当为这个台湾来压风压雨，会当顾咱的主权，顾咱百姓安全。今仔日你这款的行为，煞去哦！国民党会当亲门大户，伊个民进党个家庭，个咧放火火烧厝呢？你甲想，卖叫当前这两年我哀鸿遍野，叫苦连天。北部我唔知啦，阮南部即阵为当时啊，贴咪讲吼，一百块过一日呢，一个家庭一百块过一日呢，变成伫马英九这个错误诶，这个执政失败，完全执政，完全失控。即阵也算是大家民不聊生，所以赢五多2012年会当赢回中央执政权，即变作南部人的一种期待，而且予南部人一种压力。南台湾未使失守，我无失守的本钱呢，有咧压力。所以伫这当中，你来离开民进党，你离开，会当讲你一路，就是大家尊重吼，大家朋友未来还阁好去。你今仔一句，你支持一克法。对这个问题，听讲叶文璋老实讲我真痛心。30名的朋友吼，事实来看到你这块情形哦，老实讲，我没办法忍受。搁一点，我要甲咱全国的朋友报告吼，像讲你这边的一种脱党的行为，唔只是讲害到你本身呐。在你在初选的过程当中，有偌济现任在要参选的市议员将咱投落，这些人这阵偌凄惨呢？在初选的电视上，依照民进党的提名机制、游戏规则，选刷就刷。大家这些人拢站出来支持你，这议员支持你，因即阵爱面对特别参选的压力，即摆吃力啦，百姓无谅解啊，讲啊杨小仙你脱党参选啊，将主家罪证吼，那个跪伫这市员候选人的身边呢？不要，即阵你看杨小仙含伊要考钱啊，即、這个大廖的蔡昌达，即、這个包括林武吼，即林芳如，包括张胜虎，包括上青山的基山的林富宝，不但讲百姓对因无谅解，因为百姓即百姓有那为当时啊，大家吼作情绪嘛，讲啊，你个支持邱英啊，伊说其实因是支持杨秋兴支持甲初选结束尔。但是杨秋兴输了后，因遮人嘛是拢心甘情愿来支持陈菊啊。但是结果未话，百姓即马对无谅解啊。佮加上吼港选区的即东区啊，为也是参选人佮办位啊，所以即阵个个都陷入苦。啊，你做伊个总干事啊，大家对你谅解吗？我
我你敢知影？这是我过去我长期哦，咱国中生也知影，我也太坚持。我最近出咗八个字呢，我讲一个手机含笑话，你敢知影？一个手机含笑话，八个字可能三已经就出来啦。你唔知你送啦？错过那个了。哎，啊服务处哦，电话接到人家接啊，一直叫啊，文章你作搞啊，你作搞啊。我操！我是支持你初选，我无支持你脱党啊。我说这个情况是事实，今日我有够痛心，有够心惨。是，所以今物的高雄县的基层对这个代志反应足激烈了，对啊。我甲国县长，我相信你即讲出你的感受足深。嗯，这个情形比上较吃难呢，比柯信良脱党，比徐明德去选高雄市长，比朱国强脱党更加凄惨。安尼啊，即依照性高雄县市，南部的民风，反映你足清楚嘛。嗯。这人是多可怜呢？这人这阵的生活有困难，而且自由去受到约束。在马英九当选之下，这支持者因就是一心一意，希望讲会当五多翻盘。所以因这阵的算是非常痛苦，佮非常无奈。我嘛只要呼吁民进党的中央，即咱南部的支持者哦，中央爱出来化威，爱出来佮安顿民心啊。因这阵。做惶恐啊，因有焦虑感啊，感觉阿秋啊脱动啊，系啊系啊，咱就输位啊。啊，其实我不认为讲会遐严重啊。反正我只要甲你讲吼，唔茫讲话啦。这边的动作吼，不但无都去吃着绿营的票，而且会促成绿营愈团结。哪赢的票，我相信你去袂掉啦。啊，你讲会促成绿营愈团结，啊，你搁叫中央讲倒来安抚。但是。背写不清楚啊，你背写真焦虑啊，你大概疯狂啊，查某学白骂，查某学白叫啊，怎么说啊？我说这个过程内底，我中央你出来安慰一下，安慰一下啊。所以在这情形之下，我也感觉讲，虽然宣布这个要选举吼，但是毕竟还未定期啦吼。这个时阵，我相信吼，还佫有补救的机会。啊，你佮头讲。这个啥？这个吴明赐议员啊，有做一个民调，你选情？你选情，到三四个月前。差偌济？我听你讲啦，是足歹看啦，吼。差偌济？当讲十七比六十一的。哈？十七比六十一。十七比六十一，三倍较低。差侪。啊，所以我感觉讲，县长到尾迄个民调，我都变较安开吼。事实讲，就已经袂歹。啊，十七比六十一，伊看有看到无？伊到底知我唔知，但我相信讲，县长伊加减以为做过民调啦。啊，你做总干事，你敢有把这个数字给县长看？伊无多去接受这啦。哦，伊今日讲迄无准了，伊无多接受这，伊迄个过程当中，我包围伫边啊吼，个人拢一直吼啊，县长你无问题啦，咱稳赢吼，啊，所以拢讲拢是好话吼，而且其实。杨秋新县长也本身善良，伊本身是老实人，但是吼包围伫边起来人吼，做起来咧。你感觉初选有公平无？你做伊的总干事，初选我是感觉民进党到今仔为止吼，含国民党无相，创党二十几年吼，阮的提名的指数吼已经改变成十遍啦。这个是代表讲民党今日讲这个所在呐，今日有。小可问题，较有问题，伊就赶紧去调整。所以到这阵为止吼，伫整个初选的过程当中，以我甲看吼，中央虽然讲起吼，伫一寡那个即个所谓即个派系吼，即个问题上，小小可可能感觉讲有点仔对杨秀新有点仔较无公平。但是毕竟伫整个竞选的过程当中，我嘛袂遭遇到什么款的压力啊，拢无啦。是啊，所以我感觉讲初选的已经落幕吼。杨县长，即使你心目中了认为说你有委屈，我感觉讲这个委屈是个人啊，个人事实吼，台湾真是多啦。即钱特别讲吼，唔是为你咧钱啦，唔是为杨文章咧钱啦，嘛唔是为郑红仪咧钱啦，是为啥？为全国台湾咧钱。是啊，你感觉陈菊莲赢未？我有信心，我有信心。啊，你感觉杨县长离高雄啊，离大高雄多这边会当摕几票？他特别讲啦，那是明仔在投票吼，伊的票可能吼，啊，佫袂歹看。但是我以伫我的认识来，我今日去搞一个咱杨县长足支持的人，我嘛甲讲啦吼，我到十月七甲十月十五号都输赢了，都输赢了。为什么？因为咱输赢呢，因为列军这人吼愈结，而且县长伊过去吼，伊是一个。真清廉的人，一行出到外口吼，那是伊受到一挂无好听的话啦吼，啊无好听、无好看的动作吼，我相信伊会错咗感觉出来啊，伊错咗感觉出来。另外你后吼，佮加上哪样这方面的，我不可能讲马英九伊会放手，会放掉黄昭顺来支持
杨秀新、啊哦、我认为这个机遇不高、啊。你讲，你讲绿营会做团结，蓝营啊，嘛也无可能放掉黄昭顺。是啊，伊要去接对的。我现在是刚刚是替的担忧啊，我替担忧。哦，所以关键我即阵我听不开讲，即阵在讲给你听下人哦，拢是要害你的啦。即阵五都选举，恁进公关开始伫咧流传嘛，哇，这要弃黄保杨，迄较有可能。你若其他讲，敢若高雄都在选举，即有可能。是，国民党他输了理智，哎，输了面子，他赢了理智。哦，讲我全部来支持你，即有可能。是，你那个人讲坦白啦，五都在选举啦，伊来去掉黄昭顺，来支持杨秀新啦，啊，其他四都咧。是。国民党免选落啊嘛，那根本就无可能嘛。诶，林文忠委员哦，他都话讲到一个足重要的重点。